鲜肉啦。要知道小鲜肉之所以受欢迎，与外表真的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啦，娱乐圈还有很多小鲜肉是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比如大家超级喜爱的童星吴磊。吴磊、刘昊然、白敬亭、易烊千玺又被称为娱乐圈四大墙头。近日，娱乐圈四大墙头之二的昊然弟弟还有三十弟弟两人并肩坐在一起的照片上了热搜，标题也只有这简单的几个字，吴磊和刘昊然同框。这样的标题上热搜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西装革履，黑白交错，一个抬起头认真地注视着某个地方，一个低下头漫不经心地思考些什么。网友们也是惊呼，气质差距不是一般大，差距真是一目了然。吴磊真是自带贵族气息的男孩子，一个低头透露着一种叛逆不羁的气场，而刘昊然的少年感也是浑然天成，眼神都闪着认真乖巧的色彩，侧颜线条流畅又